效率，效率的方式。从早上七点左右的拍那个出教啊，神教的教，出教就是出行绕境起教仪式哦。等到七点钟，很想提你哦。哦，连续教育到四天，连续教育参加活动，然后台北新北桃园台中都没一样的，没空回来参加绕境，我到三年就绕境了。哦，人家正头编号到270人，正头很多呢。哦，到整个起教、出教，大概到10点左右，还有到一个段落。下午6点多，入庙嘛，入庙仪式。入庙还会有一些正头的表演。早上短时间呢，比较没有表演。哦，全天上地面，第二名的全天上地面，三年一次到地活动啊，农历三年初三进，天天三年初三，昨天就有绕境，三年初二绕境。